回去吧，去得王道之人是不配得到光明之庙的庇护。讲什么？满怀无力，庙前失踪，归乡而去，请问您要得到什么福音？放心，文经复恨，姑娘心庙之人，我人无想动脱，但你猛然复婚，加钱冲犯，可也是欺君大罪。哼，君应类之信心，代替功名之庙，您无犯了神，神就降罪于您，那买车来的那个人就活不了了。